而且没有风，在房间里看就没看到风了。我靠，好滑哦！现在时间是9:02。舅舅来。现在时间是9:03。来挡住我。好嘞。今天我手指头拿出来完全不会冷。没有风啊。继续拍照。啊？开了吗？都拍了，我们两个都开了。那我没有接电哦。你不用接，它2小时半没问题。下课的时候关起来就好了。你还有别的电池吗？这个没有电池。啊，那怎么办？所以只能用早上。整个早上就是为了录你知识，然后下午的话，中午的话，我们吃饭的时候要看一看录出来的状况。然后如果也 OK 的话，那没有，中午充电就好了。来得及吗？中午本来就会回房间脱鞋子啊。对啊。对啊。中午冲的话。看看你用了多少。对啊。有空我在 AirDrop 给你。在 AirDrop 那个。照片呢？太黑了。太黑了。来，帮我两个拍一下。嘿啊，现在多好啊！哎，没错，人在太阳下就好。小心啊！面阳这边，好得很。来哦，预备，3、2、1。你本来就是要正方形，对不对？3、2。好，我再换。好，刚好。预备，3、2、1，一张。预备，3、2、1，再一张。啊，这边还有这边呢。好。你要反边，他对面，你要反边。来，预备，看镜头这边，3、2、1。今天可以露脸，可以露脸。今天不会冷啊，今天不会冷。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？他说：“哎呦，我不会戴好了。”好，你不戴，你不买没关系，先回去看。来，预备，3、2、1，预备，3、2，来，继续，预备，3、2、1，好，谢谢，哎，你要不要拍？我要拍，帮你们拍，好啊，用我的，用你的，今天真的不冷哎，今天不冷，风差最多，风，谢，一点都不冷，他们还说第三天最冷，要看预报啊，还有在房间里，我都在看那个，那我只要拉。拉脸吗？不要，我不想拉。算了，那我也不要拉了。我懒得拉。我也懒得拉。都戴好了。穿好久。那我们也要这样，耶、yeah ！脚外面的脚往快，这样。不要啦！1、2、3，看好后面有人在溜。啊！谢谢。今天一点都不冷，我的头套白买了。哦，昨天买的。
刚刚买的。都没有风啊，昨天看窗外的话会觉得怎么好像有雪，都是被吹起来的。不管买了就要用。对啊，买了就要用。滑起来应该还是会冷吧，现在只是手伸出来而已。正面，正面，因为我们滑下去有风啊。你可以帮我拍滑队的正面吗？好好，反正我又眼睛又不怕太阳。我要滑下去。站好啊，因为这面有阴影，雪比较不亮。你是要柱子那两根塔是不是啊？还有后面的山吗？好，来一杯。好。还有这边的。刚刚的。再一个。另外一面。好。都可以，只要固定位置就好了。那就连续五张。对啊。没差，其实这边最亮啊。我觉得云海缆车今天有开，因为你看今天都没有风。云海缆，不是云海，步兵平台的那个缆车。对啊，我觉得今天有开，有在动那个缆车有在动，不过那个不知道是哪一个。是不是就是那个？你看它有在动，对不对？我看它有在动。要冲的话，应该是上午冲啊，就是先热身，接着就冲过去，不然不知道下午是不是风变大。那边应该是温泉吧？那冒烟那边，还是更远的地方。好啦，那我们先把雪板拿下来好了，爬上去一点。我的还没拍嘞，来环景一下好硬硬的，没下雪，没风吹，硬硬的。
走高一点。哎，就。因为你昨天说那个忘记了，你昨天说在外面等。今天说在早上集合的地方啊。啊，是啊。对啊。那明天呢？我们现在先讲，一样都在那里。对啊。好。全家人在外面等。因为天气很暖啊。今天很有钱就好了。OK 啊，录他的视线，中午检讨。
来我看，好的很。坐的时候用屁股着，因为你不用保护你的屁股。对啦，对啦，那我知道为什么会痛，对，现在就是那里在痛。屁股，用屁股着，我们有三防三裤，所以用屁股坐紧，坐好以后再靠上去。直接去靠啊，然后就痛。好，记得这件事。我想说，我真的摔，有摔到脊椎吗？为什么背后都很痛？哦，我刚坐下去，就是那个套好。看我这边，确认一下。好，我是往前看吧。哎，所以今天变成在卧冰平台上面吃饭。会吗？我刚刚没有听清楚他说要去哪里，我只有听到说今天中午回来。那今天就不能换袜子。什么叫中午回来？不会回来。对，是中午不会回来。但是中午不会回来啊，我不是说中午不会回来。所以滑法应该是。最上面，然后折到左边，接着分岔路再走另外一边。一开始热身应该是走缓缓的那条路。你给我拿好啊！我根本就没有放开过啊。好，这边看起来就好像很缓。我也很羡慕大家可以平行啊，但是我就是平不了啊。陡坡比较容易变成平行，我是陡坡好像就不知不觉就只好这样。好，我告诉你，你不是有上次的经验说会变成回向山吗？会回向山是因为你，例如说你用左半身用力的时候，然后变成后脚跟滑出去。后脚跟滑出去就变成转弯嘛，那你后脚跟之所以会滑出去的原因是你重心偏后面，还有就是你右脚带了一点点重量，所以你左脚的阻力不够大。哎呦，那个很难讲啊，我不懂啊。真的，或是脚道理我懂，但是身体做不到，一紧张什么都不怕。因为你怕不敢把右脚松开，不然你再很缓的波，你试试看。哦，教练也叫我们一脚站。其实我脚拉不起来，但是我的另外一只脚很松。不然你再很缓的波练习单脚好了，而且不要抬起来，你只要试着。有，就是这个第一个小叮当的教练不是就教我们不一样？他那时候一开始他就这样教。记得吗？我不记得。他说要用单只脚。对啊。像这种真的很缓，
痛的地方都要痛。我觉得我左脚有一根筋很想凸起来，但是被鞋子压住，好像被强迫按摩整天。右边的身，站直，站直。哎呦，好点好。我带你带我看工作位。不用看了。正常，我看，哎、欸、笑。对啊，教练那个招是用脚滑的。要抬脚哎、欸，搞不好用这个练抬脚好了。就是这样子，两脚前进就好了。我看一下高破，正常位置。真的吗？我刚好被撞。而且你会不自主往下看吧？所以应该可以。早上两堂课刚好。中午吃饭，我再帮他充电就好了。啊？对啊，一边充一边录。设备齐全。是要看前面喽，因为看旁边你的那个录影，回去看就这样。三 D。回去看就知道了。对啊，中间都是停一停，拍一拍。你也在挺肚子哎、欸，啊？你也在挺肚子、欸，对啊，刚刚是挺肚子吗？对啊。休息一下。这样的话就休息了。好休息一点。我努力习惯跪在他上面。对，习惯跪在上面，然后你滑多了，给你收回来。不收回来。跪在鞋子上啊！我们滑行中从头到尾都跪在鞋子上。如果你坐不上去，就把鞋子扣紧。有，我今天早上有特别在扣很紧。你看他们两个滑，他们没有冲力，有冲力的感觉是人在前面。对啊，是我昨天就说是要像猴子哎，这么前面哦，可以吗？哦，很前面，很前面哦。在滑的过程中也要很注意。好了。就只好到边边去啊，然后减速啊。我可以录你啊，跟我继续往前、啊。因为但是它变慢啊，所以我又不敢太近。今天没有那么粉。
松松。舅舅来，哈哈哈！这要进步的吗？路前有啊，而且这一颗就是这个用途。超过缓的地方是不是？不看脚太低了。你要看远远的地方。就先下，你 OK 的。可以嘞，啊，是哦。因为脚向下，所以不好穿。哎。对。好了哟，好。
其实昨天下午可能也是比较没力气啦，现在早上精力充沛，啾啾。尽量跟他们的线，如果你可以的话。哪一个？黑色那一栋吗？黑色那一栋吗？哦，好。最近的那一个，哎，这样重心比较好吧。再拖一点。里面有点冒汗呢。不会，是啊，很热啊，很热。但是我不敢拖里面那一件。拖山顶应该很热。没有，要看那里风有多大。风不大的都还好。
けど、携帯の使用禁止やで、電子カメラ入る。写真撮る。携帯で写真撮るのはダメ。最後に聞けますか。最後。はい、最後。也不知道靠到哪里，那个鞋子踢的，我拉下来是，外套拉下来就对了啦。哇，这个人在大帽檐，好热，好热，好热。我们两个人是水蒸气了。帽檐不是好热，帽檐是外面空气很冷。对，我知道，又很热，完了，你的鼻子好红。气温还是低啊，等下我上去就知道了。短时间内你不觉得冷，然后但如果你把手拿出来一段时间就很冻。嗯。你要什么？没有，我在拉拉链，然后我把拉链打开通风，因为我觉得太热了。大概做个三分钟就算的差不多了。对，差一点。嗯。没有风很好。所以我根本不用看我的脚。对啊。那刚降姿势对吗？降姿势对吗？感觉怎么样？就是是用身体在感觉我要踩在哪一脚。对，因为我平常是用眼睛看我自己踩在哪一脚，所以我一直要看着我的。我想你为什么一直在那边？他在确认。他责任感太重，在公司工作都一定要做好，所以没想到 GoPro 利用他的责任感就矫正回来了。他说他有义务要把它弄好。他好笑。要看前面。那娟，你现在这样滑起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
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但是我受到惊吓还是会直直的往前冲啊。那在惊吓之外啊，就是知道说哦，我踩在这一脚，不是用看的，是用脚踩的。对、嗯、啊，惊吓没办法。没有，你知道我们去玩风帆，这家伙讲的东西我也听不懂。当然一定是自身体验出来的。他就一直跟我说，玩着什么对着板子。这个比较好猜。然后我一想说今天会一直拍照什么的，嗯，对对对，用这个哈，对着那个风帆的那个柱子绕一圈，然后我就站在板子上绕他一圈，我说没任何事发生、啊，我就说他骗我。后来我自己有一天悟了，就是说我是要把风帆风吹的时候顶住，它会很硬。我跟你讲过，这样跟你讲过，转角才会转板，然后是自己懂的。因为我就说你在讲废话，你没有叫我柱子要不能动啊，你叫我绕板转一圈，我就绕板转一圈，然后没有事。我跟你讲，风吹的时候利用它的力道，因为他又是先看了很多教学影片，他都懂了，但是我没有看了，我就很爱混，没有看。他这次就怪啊，他就怪我说，好，那这次我要传影片给他看，他现在也还没开始看。我事前又先再复习一次，我还看一模一样的。哇，多有心看。他还是不会看，他就只看日本综艺节目，然后偷懒，然后自己就睡着了，然后都怪别人。好啊，很湿的。没有，因为我想把这个套回去。哦，那我现在这样套回去吗？我现在还是一直在湿。你把这个先拿起来，你的雪镜不要往下放啊，不然让你摸脑子。而且好像好了。你如果要脱帽子的话，先把扣子解开，这个蛋白质。算了，我还是脱帽子好了。为什么要脱？要到了啊。啊，已经要到了吗？还没啊，早得很呢，我记得应该要很久啊。哎，行。拉起来。透个气，然后这个要拉起来。下。是，转一转。我就是拿下来了，尝一尝。转一转。给你两个选择，等一下我们呢是要徒步用走的走到雾冰平台，还是说我们拿 ski 过去，然后从雾冰平台上面滑下来？斜度如何？不会是黑的吧？不会是黑的。一条最陡的啊！最陡，但是前面有缓坡吗？没有，一开始就陡。我是说最里巴，最里巴有缓，下面有缓坡，但很远。现在时间是早上10:34。越马岔哈，哎是。好的，扣好了，啊，这样其实滑得回去耶，重点是看我们滑到山下的时候，要选双塔还是要选另外一边。有人腰束还是怎样？刚刚掉了一些雪下来。所以就是像这样，两个外星宝宝。
上下还不错。还在楼梯上。
哎呀，我先跟他们讲了，你这样这边还缓，应该踩得上。等一下，不是，啊，等一下，好，可以。好，这样。对啊，他拖板，哎，好，我们脚的力道变，你的板没有掉过吧？有，大有掉过啊，但是我摔倒。昨天？今天有吗？啊，忘了拉外套。分心啦、啊、你害他摔倒是吗？哦，已经摔了。好，连续滑啦。舅舅觉得很轻松，对不对？这里，趁这个，你就专心录。你就想说，我要录 S 型，录景自己 S 型景色而已，然后去感觉你的脚。你现在超平的，跟昨天比，你现在很平。好啦，换我前面好了。
因为刚刚觉得怎样？太快。那是你离我还蛮远的，是吗？OK 了，我要踩一下，那你先啊。就开窍了。要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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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一只脚定住就对了。看看我看得入神了。有越来越快，好多。很宽很宽，我下去录你好了，我下去录大家好了，我先啊。好，休息。来不及帮你拍，躺在松雪里很好。好了，没什么 ，Go Go 啾啾，啾啾爆冲了。利用控制定位。
每次要练习停在教练旁边，增强控制力。好，我等一下要停在前面，然后一次一个。好，可以把速度让它流畅一点，所以一开始可以先往下走，有一点速度再开始转 ，OK 吗？好，因为这是一段休闲坡而已，比较缓坡。所以呢，有点速度的状况下 ，SA 跟适合你们就可以滑平行的感觉，然后顺顺的转。好，左边那个让它 smooth 一点，不要突然撇出去哦。你也可以滑，尽量让它平行。你的部分呢，不要看脚，就是不要看脚就对了 ，OK 吗？用你的身体去感觉你现在踩在哪一只脚上。然后你的部分呢，再注意一点就是，除了重心对了之外，还要持续转弯。这里是一个缓坡，我们要陡坡之后，我们会再加强这一块。好，我现在走第一坡，然后滑超过我之后，继续往下走，下面有一个就是180度的回弯，在那边停下来就好了。好。一次一个，教练帮忙我们看。哎，我刚摔倒了，你歪了，现在完全是歪的方向。是啊。对。左右歪是不是？对。左右歪，我要自己调。对，左右歪，是歪到斜。我觉得是你线卡很紧，它拉不动。好了，好了，没有还是歪。我先拉一点线。你可以让它固定一点吗？可以。你要歪哪一边？我放你转。好了。这是正吗？我觉得它还是歪的。好，这样好了，这样好了，不要再动了。好了。那我的头呢？我刚好摔倒很多下。你转看那边。我让你下一点。好，可以。你不要太下吧。没有。正确的下的位置，它的角度很广。好吧，每次停下来我们就互相检查一下好了。那我有在录吗？有啊，好的很啊，你一个上午到中午都不用担心。那自动脱钩哎。太松了。太松了啦。揪你下。嘿啊，揪先下。你的位置最对了，脚一抬就松了。
只是站起来而已，自动托板。刚站起来，你鞋子软就掉了。他刚托板哟。自动托板脚。那个，他好像脚往前一抬就托板。也不是轻的问题，等一下调一调吧。一抬脚就托板。刚刚那一次啊。哎，老赖吧。因为太慢练不到，因为我觉得还是不够快啊，还受不了。我要跟教练的线。好啊。我们大家都进步了，所以每个都要调紧一点点。
就就签。Go。11:06。因为你负弯的话，你没什么角度啊。那负弯的话，你就只能靠身体。好，所以现在是身体不动，但是脚会在下面做这个动作。好，那等一下呢，我往前走，让它直线走。哦，直线走。但是我们在下面，我们要做像画出两道铁轨一样。所以我们等一下腿不转哦。只有脚 edge 换边而已，只有 edge 换边而已，再换边。直直往下，腿不转，只有 edge 转。什么东西啊？让我想一下。坏了就会发。嗯，就是专门练这个，太好了。新的新的，掉的不管。我们现在练这个，我们会控制 edge 多跟少。Okay. 那遇到冰的或者遇到太陡的，我们 edge 卡进去会冲太快。对啊。对，但是所以你先升级了，所以你可以去控制它，我现在要多少 edge， 我放多少、okay. 或者是多少。Okay. 好，了解了解。好，来。
就随随便便滑，太缓了，完全强迫自己不要刹车，用不着刹。这样子，屁股定住，我们有防摔裤。想到这件事，而且短线在屋子里，那就变成只有在吃饭的时候可以帮你充。那如果用吃饭的充的话，下午也只能再录一小时。啊，是这样啊。卡哦。卡应该也快满了，卡我身上有啊。我膝盖很痛，这个动作你可以啊。我好像不大行，后来教练说我。教练说我其实还是八字，所以我后来看到旁边一个人好像也在练这个，他强迫两个脚把自己的脚当单板，两个脚并在一起，那我就试着练两个脚并在一起。我的脚没有办法并在一起。没有，你只是刚刚那个好缓，你可以试着。我知道我有试，但是我的脚就是可能不知道脚没力还是怎么样，就是也没有压，又可能那个压前面些什么。不是，我是说直直往下冲，然后两只脚尽量合紧一点，因为我们想要放开一点，觉得自己你可以渐渐合起来一点点，只是直冲而已，而且也没冲多快啊，刚才好缓，你只是练习那种直直的感觉，然后渐渐收拢一点点，就是感觉说，哎，其实也没什么事嘛，然后再安心一点，再合起来一点点，不是要你去平行，我不是要你，我只是要你感觉我们已经有那个控制力了，所以就安心了。
我比你多一片啊。而且今天因为大家都厉害了，所以晚一点休息。也没有，现在11:15，他没有休息了。就是去看雾，就是没有，对啊，休息那个对啊，等于好了，我也不知道刚为什么他自动突然停了，现在应该还在录影状态。有。对啊。我猜是那个。刚刚扯线的过程，不知不觉它松了，结果没有再充电，要边充边录才行。好，哎，那这样子配置 OK 啊，就算不回去，我加个短线就好了。我带了两个这种线，长的是边充边录，短的是本来是想说，哦，要是晚上要一起充就糟糕了。只是现在就变成中午检讨不能用 Pad 看，不过可以用这个机器直接看。不要浪费电。没有啊，它就一直插着电啊。还好，它一直边充边录是还好。好，不管中午早上录的怎样，下午我要把防震关掉录。昨天你看一小段好了，你看一小段。对啊，那个防震开着录视野就是小啊，但是我觉得跟拍的时候防震开着录是很好的。不过我早上应该有录到你跟在你后面吧，只是他没好像不能快转还是怎样，要是可以快转的话就可以看多看一点状况。有啊，这片很好练。那大家是速度够快吗？我觉得大家弯的都很多呢，应该是上面带下来的速度吧，不然我们那种慢慢的速度根本没办法这样子这么多弯，一弯就太慢了。天气很好呢，只是树都没有雪了。这些树原来上面的雪都被太阳晒掉了，那边还有一点阴影，还有，都没有风。为什么沿着柱子会有一圈呢？有个坑洞啊。你说为什么凹下去？对啊，那是自然形成的还是人为挖的？对啊，为什么它会陷的嘞？那边就凸起来，还是只是周遭凸起来？水泥露出来了，水泥下面的脚的水泥，这个是凸起的，有的凹，有的凸。等一下，刚才是练这一遍吧？我们昨天也有走这一块。这样可以。前进不了。不，我们昨天没有走这边，今天新走。新南线要右转的，昨天是直直走，今天他要我们右转，还是直走？好，直走。好了，没事。那我先哦。
先吧。哎，没有没有，我走。啊，都可以啊。你只是紧张，你只是紧张，那个速度你就很想要歪下去。对，来，先把脚转到下面三下，转。转，再转，右脚顶，脚，
这次速度好快啊。我就忍住，就稍微让它快一点，不然还是怕怕的。直直下、啊。啊、哦，就不知道自己做得到做不到。都右边那边了、喔，其实差不多哎，而且那个比较粉，我们应该吃得下来，粉粉的好刹车啊。休息一下。比较松，这样子是不是容易插进去里面？阻力大。这个也不一定。我们在聊天呢。加油啊！嗯。勾到哦，现在这就是差在于什么，知道吗？就是为什么会常常，就是你跟他就常常会这样，因为你们的内角没有习惯，我们现在已经要接近平行，但是你们都维持在八字的这个感觉。我刚刚有强迫自己，干脆这样粘起来算了，不要粘起来，不要粘起来，不要粘起来，我要你从原本内侧方面的感觉，改到外侧方面的感觉，内侧改外侧。哎，哎，你说强迫一定要同一边啊？我以为我有同一边。当下还有问题，如果说我把那个哈，因为速度比较快，我把打下去的时候，可能会插进去，说还差点，还过去。速度太快。我转向哪个阶段？啊？弯的哪个阶段？弯的第三，第三可能就下去已经到第三，快要转停什么时候啊？我想说，哎，就试着打停的看一下，这样。哦，你说把它板子放平吗？对啊，板子放平是必须是在你要进到第一个阶段的时候，就是第三个阶段嘛。对，板子要放平必须在这里。对，但是你要在这边进的话，反正就插进去了。因为你这边不对啊，完全不对，因为你这边我把你原本的离心力，你这边在收啊。这里啊，对啊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你这边不能哦，那就是放太多。放太多了。对对，你放打滑，然后你重心的离心力在这边，然后你滑只是像我们横滑那样把它滑掉这样子而已，你不能整个人 over 它。对，所以还是在，你还是会有点偏上。要用到你刚刚讲的，如果只用底下就还好，对，就不会整个。对，如果你要放掉，你就是用这个放，你不能用人放。不能用人放。你不能用上半身放。我刚刚好几次都是这样，没到出去。对，要用下半身，我们慢慢的最后都会只有用到下半身，上半身只是去平衡它了。OK。还好吗？没差，不用再想这件事，就不用管这件事。前方后
啊？有啊，就缝，也不知道你在干嘛。走。平行，啾啾平行，完全的平行。好，好、哦，不要偏进来，努力努力，膝盖弯，哦，膝盖弯，对对对，蹲下来一点，好，你的部分呢，在陡坡的时候，弯没有勾上来，所以你滑得很快，哦，尽量回山，好，对，要收一下哈。哪里呀、啊？啊！好，我现在都在认真的感受那个控制力。你在休息挺肚子哦。再一次吗？平着过去吧，会不会太松了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。我、靠，陷下去了！我
想说试试看没，我还没有速度。Go go go！因为太阳要下山了。好，罗赖吧，罗赖吧。来，舅舅来，放到口袋保温，拿下来了。我也要坐下休息，我也想要玩。唐雪，等我一下，大姨不要让他拉一下。帽子上。
下。看下。看下面比较小腿。我昨天回去发现我的腿就在翘，我完蛋，我真的腿跳摔到停车呀，好没有痛啊。然后刚第一趟坐完车，我就说，哦，我知道为什么我那么痛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撞到车子的时候就很痛，蹦撞到后面了。对啊。我的背后脊椎真的太痛，天哪！然后就跟他说我膝盖好痛哦。所以是昨天那个 Nico 那个小的那个缆车吧？不知道啊，大的这个习惯用背后去做，所以我那一撞也是觉得痛。要习惯用屁股撞，不要用背后做。背啊，就是每次一被撞就坐下来，然后就蹦着。然后我发现你真的来学画好，你要练习好多肢体协调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我本来就不是，我不会跳舞啊。嗯。我高中是被老师学徒帮我叫我站出来说，你不要跳到旁边去，不然会扰乱别人。扰乱别人，这肢体协调性太差了，就不会跳舞嘛。就只要会跳舞，但至少要会坐下。坐下什么坐下？就是坐缆车。我的腹不见了，这腹什么腹？没有，手怕了，手怕了。手怕不见？嗯，我也摸不到山哪去啊。啊，只是找不到而已。你要手放吗？应该是掉了。你要手放吗？没关系。我拿来擦擦它，然后回到。东擦西擦的那个。对，然后就不知道擦哪里去。好。哦，又有。又有了。什么？在你的，又要烤好。没事啊，糟糕。什么东西？因为刚爱淌血。没关系啊，没擦，会变水啊，没关系、啊。室内之前呢、啊，现在剥掉还记得的话，冰冰的。然后一上完一堂课，你的粉丝又从不是粉丝，就朋友 FB 朋友就变超多。哦，有一些会加，不是每个都加，没有每个都会加。饿了，饿了，要来吃饭了。没有啊，他们应该还有体力。差不多了，45分嘞。哎呀，不要超过12点了，不然下午要上车。刚11:15要下车还是什么？上车的时候就觉得肚子好饿啊。我刚才也肚子饿。要吃多一点。那你早餐吃什么？我自己弄吐司啊。我待会给你看照片，就我那个机器搞出来。但是他就想要用那个机器。嗯。没有很深的秘密。哦。那你有个果酱哦，我们是买那个什么，就那种鲔鱼料，这样没有这样挤出来的。哦，是啊，用鲔鱼挤出来的。但是我今天没加，因为我怕它化掉。嗯，化掉会变沙拉油喝吧。哦，没来可是不会啦，家里面好像还好。什么？对啊。早餐店也是夹那些啊。也是夹，对啊，也是夹那些啊。嗯。不会啊，这夹起来像鲔鱼堡，好好吃的。对啊。我也觉得好像好吃。不然你明天要试吗？你的速度高，你的那个摔倒就不要理他，没有什么东西，就没什么，就摔倒了嘞，就没事了。那你血池？我没有，也不用血池，应该只是累了，你就累了，等下中午吃饭休息就可以了。好饿啊！对啊，除一除体力就好有 OK 了。要压血栓，因为我酸，但是我在酸昨天的酸嘞。对啊，已经累积。酸哦。
每天都要泡温泉。泡温泉当下觉得好像恢复了很多，其实一睡醒就想要靠腰，我想退泡不惯。我真的泡温泉，你泡，我跟你讲，你泡汤之前先去烤箱烤热，烤热了之后，就是你全身都干了，烤热了，再出去泡汤。然后去室外泡完汤完之后呢，进来去旁边那个，旁边不是有一间那个 relax room 吗？哦，我昨天就去那里。那我们约好了都去躺。哦。我就是那一，我觉得外面很冷。结果最后是我等他，他想说我会拖很久，结果我在外面等他快要。他自己说要。因为他去躺了二十分钟啊。对啊。对啊，你们就都去躺啊，一个就约一个小时20分钟再见，一个小时后他。去那里一个小时。温泉泡不了多久。就去出去泡汤之前先烤箱烤热，那头可以最后进来再洗。我也觉得。然后洗完之后再去。上堂上堂。再去那个。因为我就是觉得我昨天先洗头，我出去又觉得坏了洗，然后他跟我说他头发结冰。对啊。我是头发结冰。反正也要善用这斜坡的速度啦，他们先走，我们就不用刹车啦。那不是溜冰的姿势吗？溜冰呢？不要太慢哦。先在你后面好了。再跟阿隔远一点点。